各位道友好，我是青墨书君，也是应热情粉丝的要求，我来给大家盘点一下最新的节奏。UP 呢，随着持续不断的氪金啊，境界也是达到了渡劫期，离登临仙界呢可谓只差一步。然而，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啊，还是有很多道友压抑不住自己那颗依旧年轻、争强好胜的心。那么呢，UP 呢自然也是会给出一些建议。当然，我的修仙之道啊，还是在于修己身。每天比前一天的自己更强就行，论道呢就只是论道而已，有人赢的快乐，就有人输的懊悔，所以咱们不为了秀而为了装，只是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，告诉大家问题大概出在哪里。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双方的属性，对方呢是中期修士，血蓝都稳占上风，上一波重要的风向啊，也就是这个神通增减伤也比对方要低，对方的法则呢也达到了8000级。用的呢是天元系列的技能，那么呢，在这些我们看来非常的重要、非常重要的属性都有差的情况下，我们是如何做到下课上的呢？首先就要说到 UP 认为的第一点啊，也就是古堡所提供的破防格挡效能啊，最近有所增加。其实呢，在这场对局当中啊，不是最关键的点，因为我的法术破防和格挡呢，虽然都比对方高，但是领先的量呢并不大啊。但其实这是最近很多属性差不多的道友啊切磋惜败的原因，就是你的血蓝跟他差不多啊，神通增减伤可能还比他高一点，对吧？但是你的破防格挡比他少了啊几百，那你可能就打不过他了吧。古堡呢本来就是提供战力的核心啊，目前有所增强也实属正常，但是这一改啊，其实呢就暴露出不少玩家的这个平时玩的时候啊有漏洞。给大家点开我的古堡碎片界面啊，是没有红色的红点的啊，那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只要碎片足够能升新的啊，除了觉醒以外的我都已经点完了。新拿到的古堡呢也是无脑升到2星，升新时呢略有盈余，代表着呢我已经将古堡的战斗力呢释放殆尽了。既然效能增强了，就不存在什么虚战了，这里出现问题的啊，就是已经不平衡的了，对吧？只能去翻翻我之前所发的资源平衡篇啊，里面也有讲大概怎么去解决。我最近观察啊，除了满科之外，高科、中科啊，包括微科、无科玩家都有类似的问题出现啊，就不管你充十几万，对吧？几万甚至不充钱的啊，都有类似的情况出现，资源不平衡，需要花一段时间去慢慢的去修复啊，去平衡。第二点呢，我认为才是本场战斗胜利的关键，也就是魔铠上面的差距。我用的呢是最早的合体期的9战回灵铠啊，词条也比较好。由于装备境界呢比较低，气纹耗材比较少，可以轻松点到紫色气纹，再加上现在正好差不多能点到这个仙魔心法啊，100的心法点呢就可以增加7%的减伤啊。那么简单算一下，60%。加这个心法的7%啊，再加上这个气纹的11.6啊，达到了78.6%的减伤啊。那普通的盾呢是80%，对吧？啊，9战回灵的意义呢在于什么呢？啊，刚刚说的是减伤的意义，9战回灵的意义呢在于大幅增加魔铠的存续时间啊。你看啊，平时法修就是开盾的时候啊不怎么掉血，但是没盾的时候呢，其实血是一节一节的掉的。其实啊，就是大量的伤害其实是由你的蓝量替你分担了啊，就是耗蓝了。那么铠的存续占比高，最重要的点在哪里呢？就是耗蓝啊将会大大的减少，因为铠的减伤所耗的蓝比普通的盾要少啊。所以说至于什么就是多带，就是你存续高了以后你就可以带一个珠子，两个法宝就无缝循环了，对吧？哎，至于多带一个什么输出法宝，这其实啊都不是重点了啊，重点在于它的耗蓝，你减伤都是靠魔铠来减伤的话呢，耗蓝就要少啊。而我刚刚说的基础减伤的增高呢，也会让你的血量损失更少，视觉上呢也会变得更肉，也会显得更肉。所以呢，得出结论，对于魔铠词条的追求，不同于其他装备，必须呢精益求精啊。第二，心法的这个魔铠减伤啊，就平时大家我都说了，要就是都是点这个增加气血、增加真元的这个心法啊，
但是摩凯减伤的这个增加呢，建议还是要点的。然后上面一个关于摩凯的这个心法也是建议要点的啊。那么解决之法呢也比较简单啊，注意混沌榜当中的法宝榜啊，就是你去看一看里面的装备，好装备的，然后这个人玩的也不是很活跃的呢，你可以去找他要一要，对吧？啊，而至于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你自己去持续的去练嘛，对吧？就是不升级这个万足鼎，我个人呢其实并不建议，因为啊，你在这个升级万足鼎的时候呢，会产出大量的这个心法点和这个仙魔的探宝令啊，这也是可能是为了就是啊卡你，为了让你这个还是要升级万足鼎啊，他会给30的心法点，给10个仙魔探宝令，然后是有3种仙魔法宝嘛，对吧？啊，可以拿90个心法点，30个仙魔探宝令啊，也是比较多的。所以说呢，可以选择开小号去持续的炼制这个啊正月的这个魔卡，好吧 ？OK， 那大概就是这样啊。嗯，本期视频内容呢就这些。如果说还有问题的呢，可以留在评论区啊。也谢谢大家一直对我的关心。